体验冰淇淋 DIY 艺人曾宝仪受邀担任一日店长，现身品牌快闪店，就好像过节一样，就是过节要做点特别的事情，然后搭配益生菌，因为现在加了双淇淋，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好吃又好玩的新吃法。我很喜欢它很缤纷，然后很有过节气氛的感觉，所以能够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房子，给大家一点提醒，不只是要过节大吃大喝，同时也要好照顾自己的健康，提醒大家开心过节也要注重健康。拥有好气色的曾宝仪不藏私分享平日保养方法，我觉得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，然后吃干净的食物，无时无刻都好好关照自己爱自己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照顾自己身体的方法。而保健食品其实会给你一种支持的感觉，你的行为其实也提醒你自己，在那个时刻你有好好关照你自己跟照顾你自己。墙面上五款不同颜色益生菌裸包，让民众任意搭配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吃双麒麟，酸酸甜甜的感觉，所以有点像一个橘子口味。我觉得吃到冰淇淋很棒。快闪店美食风格设计吸引民众拍照打卡，感受欢乐过节氛围。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